你嘅學員就先唱幾隻歌先嘅，咁我哋話明係學員咧，不過你唱得好好嘅喎，睇落咧就真係唔似學員，好似學咗成幾廿年咁樣嘅啦。OK， 啊，咁首先為我哋帶出一隻叫做《月半小夜曲》嘅，啊，你出嚟先。咁有請係邊位啊？係啊 ，Pauline，OK。Pauline 在 Vancouver 即叫無人不識的了，無處不在的。 OK， 那我們很多謝他今晚能夠為我們唱第一首歌。那麼 Pauline， 你看你後面有什麼？ OK， 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，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，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，这晚以后音讯隔绝，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，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，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，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，想不到是借口，从未意会要分手，但我的心自质疑格仍然被他占有，他似这月圆仍然是不开口，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，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，仍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，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，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，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，想不到是借口，从未意会要直至以后。